游戏一开始我们都去向孙俪去表达我们的忠心的时候，证明自己是白天使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在找东西。这就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一聚在一起，发现哎，我们白天使的思维想的是一样的，就是首先第一件事要跟女王证明我们是白天使，但是黑天使一个都没有来。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说了，我们都是黑天使。你是黑天使吗？大家不是都是黑天使吗？在这儿，我当时立马觉得我是不是上错车了。乘客，我们怀疑他是因为我们从这走过去的时候，他根本理都不理我们，在这儿，在那找东西。他如果他一上来就跟李晨一样来找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想辙，我觉得我可能会相信他。他一上来就躲起来了。我没有躲起来，不要说那么猥琐。但是白的都向我聚拢了。我只是被带到了遥远的一个角落，我要找你要要走很远。所有人都在遥远角落，但是他们都向我聚拢了。只有你跟陈赫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